对众生的报恩心，对三宝的信心，对因果的实践，那这样你就能够增上，生命越来越快乐，断恶修善，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什么是杀生不好的，放生是好的，佛教一直在做这个。那有了这个基本以后，有这个基本，你要升起佛教的目的，那叫出离心。啊，虽然福报很好，房子很大，但是呢，这个也是暂时的。我们只是利用这个房子来度家人，可以好吗？啊，不是我享受这个房子的高啊、漂亮啊、傲慢啊。我发觉各位小姐要注意，就是说很喜欢漂亮，这个叫没出离心。啊，如果我有神通，嘿，马上让你变86岁，你就不用在那边什么腰啊、身材啊，这些有的没有的。啊，但是人都有这个习惯性，漂亮，我的车子，我的房子，这样不好。啊，这个就是还有一个相，有分别，一个傲慢。这个、就我如果变成丑了，我就变成倒霉了，我变成被欺负了，我就不高兴。那出离心是没有我跟我的东西，我的分别。基本上了解苦的真理，所有的苦就是无明我执、贪爱执着，所以才会造成生死轮回。各位要慢慢的放下，好不好？以客观的去看一切，不要主观的认为这是我先生、我太太、我的身体，凡事是像做梦一样去看这些，慢慢练习。啊，以后不要说我的手在痛，他在痛，痛的不行，切掉好了就不痛。你不要把这个手跟你的连在一起。啊，我心情不好，为什么？我手在痛，手在痛跟心情有关系吗？这是没处理心。啊，哦，给你快乐你就很好，老公对我很好，我好幸福啊，这叫没出离心。事实上他对你好是因为他后面有女人。好，快讲完了。所以有出离心以后，你要了解轮回的苦，众生的苦，所以叫升起大乘佛教的，念一下大悲心。所以众生都不了解，众生都在痛苦，所以你要去思维众生苦，啊，想到会掉眼泪哦。各位要一直这样想，一直想。所以我也是啊，我从我儿子的苦，离开他的苦，然后想到所有小孩子，乃至所有被堕胎，啊，就想完了还不算。师父说你要开始去关心那些孤儿、那些穷人，我要去做。当我开始去做那些孤儿关怀，我就觉得哎呀，原来每个小孩子都需要被爱。因为我付出了爱在他们身上，奇怪，我的对我小孩子思念就不见了，因为我已经开始去实践了啊。所以我想，首先你要了解众生苦，升起感受，而且开始去帮助众生，积极的关心老人啊、助念啊、病人啊。各位多到医院去念一念，好不好啊？药师咒多到学校念一念的，人家做生意的地方，只要到一个商店吃饭，先念一念，希望老板发财。啊，希望这边的商人、这边得着吃饭的人都得到你的利益，你要开始这样修，不要浪费任何时间。啊，那有了大悲心以后，怎么帮助众生？光慈悲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成佛而发起来，愿成佛的菩提心。那各位念阿弥陀佛，每天念佛、念药师佛，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成佛。然后自己已经习惯了，人活着的目的不分在家出家都可以成佛，都应该成佛。那所做的一切都希望成为成佛的资粮，所以各位每天做什么功德都回向成佛，啊，也让众生也成佛。那为了发起菩提心，那各位就要修空性。什么是空性？空性不是每天放弃前面一切的，空性必须符合自利利他的行为，以布施去消除空性最大的障碍，就是悭贪，了解吗？你要透过布施来慈悲，也透过布施来消除自己的悭贪。念一下，以布施消除悭贪，以持戒消除毁犯。那佛教基本上，各位一定要做一个不会伤害众生的人，请记住这句话：你把我砍死，你杀死我爸爸，你杀死我儿子，我都不会报复你，不会伤害你，不会一点都不想。我你帮我泼硫酸，我都还不想要伤害你。各位要如此，你不要几只蚊子来你就受不了。啊，所以你要持戒来消除伤害众生，而且持戒来度众生，来引导众生。第三个，忍辱消除嗔恚，
那各位你要把握机会修忍辱，你要修忍辱最好找那个天天找你麻烦的人，不然你怎么修啊？有些人你离我远一点，离我远一点，看到你我就生气，那你这个人完全是没有在修行的人啊。所以忍辱可以断除，就是要有机会让你忍，众生找你麻烦，事情变化的麻烦啊，你都要忍。然后呢，而且忍辱可以度众生，忍辱的人口才好，相貌好，有钱，升天，福报因缘好，这叫修忍辱啊。所以忍辱得端正，所以各位要以所谓修空性，不是光研究空性，而是从事相里面，从利他不舍弃众生里面，从众生身上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而去放下啊，从慈悲里面去证空性，这个才叫波罗蜜，这个叫菩提心以后的空性。所以各位要这样。再来，精进消除懈怠，禅定刀除消除散乱，般若消除愚痴，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特别后面这三个很重要，成佛就最后这圆满，大愿大力大智这三个圆满啊。但是你前面没有一起圆满，后面是圆满不了的，你才能够圆满，那最后成佛。好，那我们差不多了，请把牌位拿到前面来，然后呢我们来回向好不好。所以这几个心各位再背一次好不好，念一下：惭愧心、报恩心、信心、因果心、出离心、大悲心、菩提心、空性、念佛之心。所谓念佛就包含全部了啊，不是说我在念佛你在念佛，就像各位今天来参加法会，要吃饱饭，要开车子，这才能够来参加法会，知道吧？刚好也有时间，而这些都是一个合在一起的因缘。一心念佛就包含全部所谓，一心持咒就包含，修密法更是包含的。密法差别在哪里？一切众生都是佛，地方都是清净，万法都佛法，这个叫密，保持这种三昧耶不间断的。你的身口意跟诸佛身口意跟整个世界合为一体，无有分别，是我们法华经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要保持这种心态。那我想各位这个难不难？道理很简单，现在开始实践吧。今天晚上回去看到老公干嘛？坐好，修十供养。你坐好，你是佛，我把你供养，让你变佛。你把老公当作佛，你快不快乐啊？快乐。儿子坐好，问阿拉巴扎那提，什么意思？你是我的文殊菩萨，让我开智慧啊，让我想破脑筋啊。啊，所以那我想各位要放这边，也感谢我们所有义工菩萨，再鼓掌一下啊，谢谢。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啊，所以像我这辈子一直拿麦克风一直讲，至少还有一个功德，这只手一定很有力，因为天天拿着麦克风，然后这边喷啊，对，这样我下辈子一定唱歌比这辈子更好听，因为我这辈子都在讲佛法，我们摄影师个个也会长得很帅，他天天在拍我拍佛陀，所以他以后长得都是佛的脸，不然就跟我脸长得一样啊，因为他们没有在拍那个五四三二一。所以我想各位赚不赚钱另外一回事，这个是善业你才去做啊，因为你每天都在利用这个善业在救人嘛，在帮人嘛啊，帮他吃饱，帮他健康，帮他穿衣服，你就这样想，帮他安全到目的，开飞机开车都可以，那我帮他盖房子，让他安居乐业，也用一个善的动机去做善业，那这些功德全部回向菩提，对不对？你所享受的一定要供养大家，好不好啊？当你进到你家，客厅很大，当愿众生啊，房子漂亮，家庭愉快啊，你的腰很健康，当愿众生腰健康啊，这样就好。好，我们先念消灾，很快再念八度，大家各位还要开两个钟头车，祝各位念一下
开车平安，啊，好不好啊？那，啊，你们祝我坐飞机平安，啊，飞机好像只能平安，这不平安就，啊，但是用平静心。好，请大家起立。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改变您的生活，帮助这个世界。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张銮瑛医师。国内疫情趋缓，但是也不可掉以轻心哦。请海外回国者先通报，如果有下列情形，就需入住防疫旅馆：一、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6岁以下幼童、慢性病患者；二、没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以上两者，回国前请先完成订房。如果与家人同住，而生活空间可以确实区隔，且有含卫浴的专用房间，可以选择在援助所进行居家检疫，请在入境时主动声明，申报不实者最高可罚15万元。短期尚无来台者，请一律入住防疫旅馆。最后，请民众配合政策，守住防疫阵线，共同维护大家健康。마룩 차룩 니 들다가 쌍 더설 가려나 때문에 서지 교바 쌍 서지 상전 마룩 차룩 니 라푸 요리 뒤따라다 자바르 가 가랑 강우리 라지 라삼이 칭칭하면 도리 마룩 차룩 나 하장 사람 태고 인수 늘어지는들이 무슨 조배요 지참지 가지들이 조고 조바참지 짜다고 인수 다 우측 가지들이 반지들이 라삼만 삼지 털로 가지 톱 대사들이 하고를 하루 사루는 하자 같이 보내서 상당설 가리나 들이라 마다 양들이 사자야 요리 사자들이 류마 이 섬지 류가 사자가 빼고 데리지로 사자시바되더니 락바들라 좀어째 소모째요리 소모째 가리가 다리지나 랑게 류들라 낭샌들라 니몽마요리스 제 상축천다 렌나 자바랑마요리요리스 설리들은 요왕마요리스 제 상축천다 렌나 다 명을 영하는 요리스 논나 르데 르가 야병 거랑 이래데요레스 르가 야병 거랑 이래데 서양 중앙 가에 개발아 띠네지니 제응을 뜻신 나사를 민담 좀이 탐지들이 나사진 개와 중앙 가는 개발들이 사천멜라온 중앙절에 송거요레스 데 낭생되더니 제비들이 사지사지 이시가 유문가들 민에들이 이시가는 결 자와는 가는 결 그것도 뭐 많아서 봐도 도움을 살지 않아서
这里头里头，人家也有个人品。